church. This is our
那这样大概知道了。就大概段落跟长度就是这样子。对。好。好啊，那我们要再从头走一次吗？好。我再从头顺一次。来吧。来吧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从荣耀耶稣生命从今一直到永远。后半段 ，This is our church。好。所以后面所有的副歌都是直接接了。直接接。嗯，好。OK。This is our church。This is our life。大鼓后半，对，二四二四，对。尾声可以继续刷，对，稍微弱一下。从今日到永远，我们荣耀你的生命，直到永远。从今日。
歌之间。大概段落就是这样子啦。刚刚副歌我刚有点不确定，但是确定是直接接进去。然后不过我觉得 pre-chorus 那边那个阿木的 pattern 要再听一下，好像不是那样哦，就是我觉得有点那个有点轻松的，突然到 pre-chorus 有点变得很像喜乐全员的感觉。对啊，还是要我们再听一次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你的前一个你打的那个可能还比较好一点，我觉得啦。对对，就是噔噔哒噔噔嘎哒嘎哒哒嘎哒哒。但是你刚打的那个是比较，我忘记是什么了。但是我觉得跟那个风格上面有一点差别，对吧？所以看你是要选择你的前一个，还是你要听再听一下他的那个？你打前一个吗？好啊。那 OK， 那我们再顺一次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整首歌再顺一次，确定就是最后确定段落跟所有 section 跟东西这样子。对，好。好啊，那我们再走一次啊，再从头再算一次这首歌。谢谢大家。主歌